新发现了六个器物坑，已经提取文物数千件。相对来说呢，这次发掘呢就已经创立了非常好的条件。我们呢在现场建起了考古大棚和考古工作舱。我们的一些设施，很多设施呢就不是用在考古上的，比如我们现场的一些行架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上面上下，就避免直接接触在坑里面。这对于我们现场文物保护来说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，因为里面有很多脆弱的文物。我们还有其他的保护措施，比如这次发掘应该是创新性的，都穿上了防护服，避免我们身上的一些毛发或者灰尘啊落入坑内污染样品。至于有人说它是外星文明，当然我们肯定不这么认为。我们知道Sanxingdui这个遗址是前后延续了很长时间，从距今4800年一直到距今2600年，也就是这个遗址一直沿用了2200年。其中这几个坑是Sanxingdui文化最晚阶段的，也就是距今3200年左右。这个年代在整个的中国青铜时代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？就是商代的晚期。这个时候在中原，在安阳殷墟时期已经有大量的青铜器被铸造出来了。无论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还是精美程度来说，客观地说，Sanxingdui的青铜器肯定是不如中原地区的精美的，铸造水平也是更低的。但为什么Sanxingdui这么神秘，这么引人注意呢？是在于这个文化具有它的独特性，它的很多器物造型是在其他地方所没有见到过的。Sanxingdui的青铜器又极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，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其实呢，随着我们Sanxingdui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，随着我们越来越细致，我觉得这层神秘的面纱可能会慢慢的被揭开。